一看自己死，寡衣服。看这个新闻啊，如是我为一时佛度摩诃罗佛拉提河舍，反盖安。安罗素颜，这佛陀的生活也很有意思啊，一会儿在这里，一会儿在那里，啊，世尊告诸比丘，注意自。住一法周，住一法一，不异周，不异一。比丘当正观察，住四周，四一，法周，法一，不异周，不异一。何因生忧悲恼苦，云何有事？何故何去所？云何自观察未生忧悲恼苦而生？彼生忧悲恼苦，深感广感。诸比丘白佛，世尊法根、法眼、法力，唯愿为说。诸比丘闻已，当如说顿行。佛告比丘：谛听善知，当为汝说。比丘有色、因色、具着色，自观察为生忧悲苦恼而生，以生而福增长广大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比丘，若有色，常恒不变异，正知我觉。答言复言，世尊，佛告比丘：善哉，善哉！有色是无常，若善男子知色是无常，普遍离灭即静默，从本以来，一切色无常，普遍异法，是以若色因缘生忧悲苦恼断，彼断无所着。不着故，安忍热度，安忍热度已名为涅槃。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佛说此经已，十有比丘不生诸漏心等境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，顿时。这一段经文就是。要学习的这样一个道理，就是自一法一。我们看学习这个《奥含经》啊，就是非常明显的感觉到佛法的修行啊，自力的事情，自力不是他力，就是。其实呢，我们献给大家可能是一段经文，就是一篇经文。但事实上，自一子法一子这样一个思想啊，它是渗透在整个阿含经里边，也就是我们整个阿含经的这个修学啊、修行的一个礼物啊，基本上都是自一子法一子，都是这样一条理。我们是可以任何找一条经啊，哎，比丘，佛陀给比丘开示什么法门，然后比丘呢，这个开示的道理呢，就是叫你怎么样看破无常啊、苦啊、空啊，
哎，不去探索啊，远离世俗啊，然后得到解脱啊，整个理论基本上都是自一法一直。自一直就是一直自己啊。这个世界上啊，这个自一子的提出啊，首先佛教这个它这个是建立在佛教的这个因果力的基础上，哎，因为如果是从神教的角度来说，人的一切啊。都是神决定的，人的吉凶祸福啊，都是神决定的。那如果从佛教的角度来说呢？那人的一切啊，都是我们自己决定的，哎，都是我们自己决定。我们的命运啊，是我们自己决定的，不是别人决定的。不是别人决定的，所以佛教呢，这个自依止啊，它是建立在一种因果和业力的这样一个思想，它是以这样一个思想呢作为基础。但事实上，在我们现实人生中呢，我们一个人，我们很多事情啊，的确是要靠自己。别人是没有办法代替的。我们吃饭啊，要靠自己去吃。我们生病啊，要自己生，要自己照。那上厕所也要自己上，也不能别人不能代替。那我们的烦恼比快乐，一样是自己。烦恼别人不能帮你烦恼，你快乐呢也不能别人帮你快乐。我们的人格养成也是要靠自己，要靠。我们的人格的堕落也是因为自己，也是因为自己的。那但是除了自己之外呢，光是自己是不是就能够？解决一些问题了呢，还是不可以的。其实我们一个人，我们在这个世间啊，我们充满着困惑。我们对生命啊，对宇宙啊，我们充满着困惑，充满着无知。有很多人也在追求解脱啊，你看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在追求解脱？世界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邪教啊？那些邪教徒，他们的目的都是很好的。他们除了那些教主啊，有些教主啊，可能是心怀叵测啊。但是那些教徒呢，他们都有非常欢乐的这种，包括像你看那些信法轮功的那些人，他们对解脱道啊，他们对这个，他们都有一种强烈的追求解脱的愿望。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够遇到这个名师，没有能够遇到真正的佛法，所以一个人呢，当然我们说除了宗教以外，这个世界上千千万万的普通的民众，没有宗教信仰的这些人，他们也一样，他们的人生目的也是为了追求幸福，为了生存，为了幸福，为了快乐，努力的赚钱成家。建立各种人际关系，甚至贪污少贿，干种种好事，还是干种种坏事，但是终归他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为了过得幸福，过得快乐，对吧？这点是不能否定的。但是呢，因为他们的无知，他们对生命不了解，所以他们采取的手段是对的。
他如果追求的幸福快乐，都是究竟的幸福快乐。原因是什么？就是没有法，没有佛法。所以除了自心止，那么还要有什么呢？还要有法意识啊，还要有法意识。所以自心止，法意识，这个是佛法的根本，这个是修学佛法的要领。这个特质啊，它是不可以偏废的，就是特质是不可以偏废的。光有自己的力量，你说我不要佛法，我就靠自己就行了。但是我嘛，自以为是，最后你走到哪里去都不知道了。你光有佛法，可是你自己不努力，那佛法还是佛法，你还是你的，永远都是了不相关。佛法的所说的圣贤的境界啊。解脱的境界无比美妙，但是跟你的人生有什么关系呢？没有关系。所以这个二者啊，它是相辅相成。所以这一句话就是注意，这个是世尊道无比丘啊，注意自周，注意自机，注意法周，注意法机，不异周，不异机，这是一句名言啊。知道吧？这是名言啊，要把它画下来，要把它记住啊，经常以后珍记。这是名言啊。注意四周，周就是周主，就像在这个无边的大海中啊，一个海岛，你就要离去这个海岛，你不要离开这个海岛，你离开这个海岛啊，你可能就会被无边的波涛啊给淹没了。不尽的海洋给淹没了，周就是周主，就是你一直的地方，一直的地方是什么？就是你的，就是你自己啊，就是你的心啊，就是你的生命，你的心性。所以说，活在灵山莫远求啊，灵山只在母亲头啊。人人有个灵山塔，好像灵山塔下修，这说明了这么一个道理啊。谢谢啊，依赖自己，所以自周自依，自己去依赖自己，靠别人，别人不可靠。那还有注意法周，注意法依，注意佛法，佛法的。我们要以三宝以佛法作为我们究竟的归宿，归三宝就是寻求生命的依赖，寻求人生的依赖。注意法周就是以法为法，跟自己可以不可以同意啊？啊，佛法跟自己可以不可以同意？可以同意啊。佛法，我们修学佛法呢，当然对一个没有修学佛法的人来说，或者是刚刚修学佛法的人来说，当然佛法是佛法，自己不是。但是真正对一个认真依照佛法实践的人，我们最后的目的就是要佛法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得到实现。三宝在我们的生命中得到实践，也就是我们自身去记住三宝，记住佛，记住法。你的举止言行，你的以默诵经就是法的表现。从了解法、认识法到亲证的法，亲证法性，所以自身法它是统一的，它不同。从不统一走向统一，你现在是不统一，现在是我，佛法是佛法，甚至我跟佛法是一天到晚都在打架，充满着矛盾，因为我是充满着烦恼啊、贪嗔痴啊、我执啊、自私自利啊，那我跟佛法可能是离十万八千里。那我们修学佛法的这个过程，就是要自己跟佛法的距离越来越近啊，因为佛法来改造自己，那么最后呢？自己要成为佛法的化身，
成为三导的实现者、体现者，就是。所以，这个，所以我们要比法作为一直，所以注意法周，注意法一，不异周，不异一。那。那么不是说佛经里面两个时候还说一直善知识吗？一直善知识跟自依法依矛盾不矛盾啊？不矛盾。啊？矛盾啊？也不矛盾。我们亲近善知识啊，还是要，还是为了听闻正法。这个，所以亲近善知识是为了我们学到正法。佛法服务的亲近善知识，不是为了亲近善知识而亲近善知识。如果为了亲近善知识而亲近善知识，这可能就有问题了，这可能要出问题的。所以佛法里面又有，我觉得佛法一方面它提倡亲近善知识，可是一方面又提出是一是不一啊，是不是啊？一法不一人啊，一义不一理啊，一智不一识啊。不了义啊，所以我们亲近善知识也不是盲目的崇拜。当然，我们要认准了善知识，那我们就要这个要非常诚心的去依止，去亲近。但是这不是盲目的，所以善知识呢，它还有一个选择。那你选择好了，那么你就要这个依止亲近。所以关于亲近善知识和自依止法依止啊，这个关系要知道，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，大家很明确。像密宗他就特别强调这个善知识的重要性，有点近乎迷信的程度啊。我们像汉地啊，很多人啊，对于密宗啊，很迷信啊。这种迷信呢，基本上就是无知。根本不了解，随便西藏来一个，那就是佛了。但是在西藏的这些喇嘛，他们的程度啊，他们的品行啊，他们的修行啊，也是参差不齐的，各种各样的都有，甚至来骗钱啊，也大有人在啊。那我们这边就哦，西藏来的就是佛啊，那就是佛了，就把它当作像佛一样看待了。所以上次我跟一个参部啊，一个五明国的一个参部啊，他到厦门来嘛，因为他说大题的，我在跟他谈了几个钟头，就这些问题啊，跟他谈了一下，交换了一下意见，因为有很多很多的确就是很有问题啊，就是这个就是汉藏佛教的交流中出现了很多难点，就是一些问题啊。那普通的民众啊，他多数都是是非不变啊，好坏不分啊，就是需要就是教界的一些法师啊去跟你讲一讲。那所以这个是佛法的修行佛法的一个。很基本的一个准则，就是自周自依，不异周不异依。那下边和因生修悲苦恼，因何有事？何故何具足？因何自观察未生修悲苦恼？而生已生修悲苦恼，增长长大，就是众生啊，为什么在这个慢慢的长夜生死中呢？充满了忧悲苦恼，这个忧悲苦恼是什么产生呢？他执着，因何而不合续着？就是众生执着了什么？因为执着了什么，使得他才会忧悲苦恼啊？执着其实也是一种意识啦。但是这种意识呢，是让你产生痛苦的意识。就像那个女人啊，任意的。
随便的喜欢上一个人啊，结果这个人又是不可靠的，他又特别执着，结果他就死定了。就像这个道理一样啊。那我们怎么样来观察？我们就是没有专修这苦恼啊，结果产生的，原来是没有，但后来产生的，怎么会产生呢？然后已经产生了修这苦恼啊，这个苦恼啊，不但不在增长广大，就是越来越苦恼，越来越苦恼，越来越苦恼。什么原因呢？苦恼会越来越大，没有会产生，有的会越来越大，原因是什么？这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吗？下面佛陀就这个佛陀啊，这个把这个问题提出来，因为佛陀讲经啊，都以提问式的，把问题提出来，让这些比丘们呢回答。那这些比丘们呢，就是回答不出来啊。或者也可能有人会回答得出来，但他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让佛陀请佛陀给更多的人开示啊，这里面肯定也有一些玄道的圣者啊，那听佛陀的教法听多了，这些道理还是懂的嘛，不可能都不懂嘛。那么就比丘们来佛说，世尊是法根法缘法义为愿为所，还是请佛陀啊，您老人家大智大慧啊，这个我们这个开示，诸比丘闻已，当如所。我们听了之后啊，我们就按这样做就是了。佛告比丘，必听善。这个也是我们文法中应该要注意的这个两点，第一点就是谛听，第二点就叫善思。谛听就是认真，非常认真，很真实的，很认真的听。善思不是听过去了就听过去了，不动脑筋啊，还要如理思维。善思不是不善思，要如理的思维，如法的思维。所以在八正道里面，第二个是什么呢？正思维。那修学佛法的总的次第是，你看是清净善知识，听闻正法，如理作义，法行法行。所以这个思维，我是觉得在我们修学佛法中是非常重要。我们如何把佛法变成我们的认识的观念？这里边纯粹靠的就是如理思维。如果你不思维的话呢，佛法的这种知识啊，它在你的这个思维里边啊，它只是浮在表面上，它没有变成你思维的一个部分，而且很容易丢失的。但是你如果一通过你的思维之后啊，佛法的这些智慧啊，这些思想，它就纳入到你的思维，成为你的思维的认识的一个部分，成为你的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，成为你的人生观念的一个部分。那么所有的这个阶段的过渡，它靠的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思维啊，就是思维。所以要思维，要善思维，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不要不动脑筋，要动脑筋。所以佛告比丘，要谛听，善知，当为主说。跟你们说啊，有色、音色、气浊色。比丘为什么会生有这苦恼？我们现在的人回答可能是：哎呀，他家里太贫穷啊。你看啊，他的职称没有停上啊，他的房子啊住的没有人家的好啊，是吧？
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为什么？哎呀，他的孩子不听话，哎，这些问题都被苦恼问题就解答了。但是呢，这种说法不究竟，根本就是在这里。佛陀一开导就说到根本上，因是即所是，因为你对是的执着，是什么叫是呢？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财富、物质，对物质的贪着，财富啊、地位啊、家庭啊、环境啊、工资啊、待遇啊，所有的一切，这些所有的物质财富都是色，就是因为你对财富的贪着，因为你对它执着，执着的结果呢，怎么样呢？没有生的忧悲苦恼啊，就是生的。当然，每一个人的忧悲苦恼不一样啊，有的人可能因为钱的问题，有的人可能因为家庭的问题。有人可能因为孩子的问题，有人可能因为地位的问题，有人可能因为名义的问题。以身忧悲苦恼，复增长的烦恼，已经生了，因为你的这种执着的关系，它就越来越大。所以你看看我们今天的社会上的人啊，一个个那些俗人们啊，一个个都是活的。每个人啊，都活得很烦恼啊，忧悲苦恼啊，都在忧悲苦恼中过日子。哎，有钱呢，没钱呢，真正能过得无忧无虑的，且说自在的，几乎没有，很少。那少想行识，必无如是，就是色啊，少想行识啊，被无意所造成的人类的一些现象。对他的执着，哎，那佛陀又问比丘：颇有色，常恒不变异正住，你有没有看到永恒？哎，就是哪一种物质的财富啊，还是人际关系啊，还是你的情绪啊，能够保持一种永恒的状态，正住不变，永远都是这样子的，有没有这样的？不有，没有，一切都是变动不息，一切都是无常。那佛告比丘：善哉，善哉，比丘，色是无常。若善男子知色是无常，便离灭即尽，莫重本起来。一切色无常，不变法之理。那下面就是给我们指出了，前面就是告诉我们人的忧悲苦恼产生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对色对一切财富的执着。那下面呢，就是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够摆脱忧悲苦恼，如何才能摆脱忧悲苦恼。要摆脱忧悲苦恼呢，你必须要看透的，世间的实质，由五蕴所造成的一些现象的它的实质。它的实质是什么呢？无常、苦、变异、离异、灭、即尽、末，一切都是无常，一切都是苦。你要看到它的本质啊！你不要活在自己的一种一厢情愿里面，不要活在自己的一种这个见望里边，错误的执着里边，一种理想里边。那一个人如果能够认识到无常苦啊、变异啊，那么他就可以离灭即尽，他就可以远离了他对色的这种欲望，他就会灭除他的欲望和烦恼。他就是会使他的内心啊得到寂静。那当然色的本身，这个色的本身啊，它也不存在欲望不欲望的问题，是不是啊？你说财富啊，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啊，
其实从这个一个最高的层次上来构思啊，它本身也是即性的，也是灭的，也是离异的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所以一切法都是即性相，一切法都是解脱相，一切法都是空相，一切法都是无自性相。只是因为我们人，你对他的执着，希望分别，首先是因为希望分别，然后对他的这种错，在希望分别的前提之下，然后对他执着，执着的结果呢，还有一些颠倒的幻想，还有种种苦恼。我们平常讲呢，叫这个酒不醉人人自醉。那酒对不对人啊？酒还是对人嘛？啊？但是这个法性啊，法的本身啊，这个就是说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一些法的本身啊，这个还是因为我们对它希望分别，才能引发人的烦恼。如果你有他，还是能不能伤害你呢？伤害不了你嘛。那么能伤害你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呢？还是在你自己嘛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你的执着，你的错误的观念，所以不是法的问题，法是法尔如是，法是什么样子啊？法尔如是。不同的境界的人，在他的思想境界中所呈现出来的法不一样的。所以这个佛法的唯识的道理，这个就说到佛法的唯识道理很有意思。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世界，就是这个一心是境啊。天上的人看到那个水啊，他说就像琉璃世界一样。我们人看到水呢，是水。那个地狱里面的恶鬼啊，看到水啊就是脓血儿。鱼呢，看到水呢，那是什么呢？啊？我们今天就要去问你了，肯定跟我们不一样。总是对这个问题，我是特别有感觉的，就是每一个人啊，都是有一个世界，每一个人都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，就是。是因为你的不同的境界，认识境界不同，所以啊，你就可以制造出不同的烦恼，你活的就不一样。可是这个问题以后啊，这个要学维持啊，就会有大家感觉进步了，可以大家讲。一切色无常，苦变转之理。如果了解到一些色的无常，一些色的变化，那么我们了解到这个道理之后啊，当这个色产生变化的时候，你还是会痛苦。你已经认识到它的实质就是无常的，就是苦的，就是无常的，那你还会痛苦呢？你还有没有能力面对这种它的这个无常呢？你就有能力面对了，它的无常它就伤害不了你。那么你就不会因为它的变化而忧悲苦恼，那么就是你的这个忧悲苦恼也就会断掉了。所以不着故安隐乐住，你就可以这个不随外境所动啊，外境的一些变化，对你来说都不会造成任何伤害。因为你已经看透世间的实质了，如果你没有看透，你执着，那你就是执着，那就是跟你自己过意不去，所以那就名为安隐乐住，名为涅槃，那就是真的涅槃了。涅槃也就是一种安隐，就是没有烦恼，解脱自在。
少将行时地府如是，是这个云观设置这样子，观少将行时啊，你也要这样子，要如此观。佛说此经已是六比丘不生诸漏啊。听完佛陀啊，讲完这个经之后啊，有十六个比丘啊，就断除了烦恼啊，心得解脱，不生诸漏，心啊就是从烦恼里边解脱出来的。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顿时。这条经也是很重要啊，你们别看很短小啊，非常重要。我们这次选的经啊，都是很有代表性的，结果是我花了很多功夫找出来的。你讲到就是这个他利的信仰啊，他利的信仰，这个我们通过阿含经的学习，我们显然发现呢，原始佛教比较侧重于一种自律。那这种自律呢，它在很大的意义上呢，主要是针对的世界上的一般神教的这种他利的信仰啊。可是到了大乘佛教啊，你看龙树菩萨啊，在《十住菩萨沙论》里面也有提到，就是大乘佛教所称这个在修行的途径上，他提出的是两种途径，一个就是难行道，一个易行道。难行道呢，就是一种自力啊，就是全力靠自己的力量。那易行道呢，就是靠他，他力呢，就是可以借助佛菩萨的力量。佛菩萨的力量，我们现在信仰的，在中国啊流行的净土法门啊，它就是一种他力的信仰啊。净土法门的殊胜就殊胜在于他力，就在他力。如果有两条道路，一条是难走的，一条是好走的，你们愿意走哪条啊？这个他力啊，就像坐船，就像坐飞机一样。这个自力呢，就像走路一样。平常我们都是这么比喻啦。那么这里面，因为我们说到他力嘛，我们《阿含经》嘛，这个刚刚学习的经文啊，它就是否定这个传统的神教的他力思想，但后来到了。佛陀在大乘的经典里边啊，又开示的是他力救助的法门。那这个他力究竟和这个神教的他力有什么不同呢？这个问题我就是提出来给你们讨论啊。这个学习啊，其实可以讨论的问题其实很多的。那今天晚上来给你们安排一次这个周末论坛。不是周末论坛，今天是周几啊？周三。那就周三论坛。其实多讨论一下，这个学期啊，跟你们讨论的还是比较少的。怎么样？你们觉得怎么样？那什么情况？今天晚上讨论什么？什么情况啊？我们有一个大题呢。就大题啊！就讨论今天那个进攻法门的。下面就是这个他力自律的。就讨论这个问题呢。他力自律就是。昨天讲的，可以讨论这三天的。
人等人等，晚上还是操心啊，操你们啊，那可叫什么呀？不讲可是不行啊。我们上一次讨论呢，发现我们这个在家众啊，都在学习维摩诘师啊，但似乎感觉为时还早了一点。啊？你们以为你们不说，你们就是维摩诘居士了吗？这是不可能的。还是要动脑筋啊！将来呢，居士弘法，在现在在台湾佛教界啊，也是一股重要的力量。但是不要轻看居士佛教啊！知道就看，不知道就好，就不用说了。就是，所以在家中呢，也要多用一点心。就是，你们这个佛学方面啊，好像会薄弱一点，可能原来学的还是。少了一些，所以呢，到了研究所之后啊，这个因缘真的难得。我们这个研究所呢，对你们啊，寄予很大的希望，所以你们要，大家呢，要珍惜这个环境，好好学习，否则呢，信誓难交。